音乐本频道，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。近日，内娱在评价眼神戏的时候就提到了肖战，真可谓是当代楷模。肖战的眼神戏成功入选内娱教材，一众媒体纷纷借助肖战眼神戏来教年轻一代的演员们如何塑造角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还被盛赞细节拿捏到位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。 实际上至关重要，这也是为什么肖战可以成功出圈。注重细节，精益求精。据悉，青年演员肖战的眼神戏成功入选内于教材，媒体们盛赞肖战细节拿捏到位。非常多媒体公认的观点是，偶像剧演《寄生书》一点没有太大的关系，眼神戏一定要拿捏住，这是无声的情感交流，是情感纽带，是非常重要的。 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，演技精湛，关键是肖战注重细节，拍戏的态度精益求精。这样的肖战成功出圈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为肖战点赞。演技精湛的实力派演员，注定会为观众们带来非常多经典作品。目前看起来，肖战主演的德紧致《德贤锦志》。 《射雕英雄传》和《藏海传》都大概率成为爆款，依然不会让观众朋友们失望。总之，祝福肖战，也会继续期待和支持肖战。作为一位在娱乐圈里红红火火好多年的顶流巨星，未来的肖战前景一片大好。希望肖战顺顺利利，在剧组拍戏越来越好。期待早日和肖战更好见面，非常成功，再创佳绩。节目最后。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，follow 一下本频道，专注肖战作品资讯与综艺，一起为宝藏偶像打 call。